谢谢你的恩，让我们借着你自己引导和带领，使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你求你保守、眷顾和赐福，使我们照着你的心意来读你的话，在你圣灵的光中来见你的面。感谢主，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上次提的十五、十六章的部分。十五、十六章的部分啊，十五章的部分，我们要紧谈的呢，啊，是那个啊，犹大王的亚萨可惜的地方，亚萨可惜的地方，啊，信仰有一个部分非常重要，就是坚持。那我们可以复习一下，那。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世上，或者神子民活在这世上，我们所面对的是属灵的征战。那属灵的征战呢，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站立得稳，站立得稳。那许多时候我们讲征战得胜，我们好像要觉得是要把仇敌啊，都仇敌粉碎了，仇敌啊打得怎么样了，那我们才算得胜。哦，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哦，我们觉得说把仇敌打败了，或者怎样了，我们就得胜了。哦，这是我们的想法。那这基本上不是属灵征战的想法。哦，属灵征战不是这样。属灵征战是仇敌跑掉了，跑掉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时代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个假先知杀了，你可以把一些拜偶像的人杀了，但是在属灵征战里面，你我都不会把魔鬼给杀了，因为他是属灵的，他是灵的，而不是说属灵，他是属灵体的，所以他不会被杀，所以呢，他只能够。被拘禁起来，或者是被赶走，那对我们现在来说只有赶走，只有赶走。所以如果你看旧约的话，都是赶走，到新约耶稣来也是赶鬼，赶鬼。所以啊，如果我们会认为说耶稣来，如果耶稣只要发一个命令，把所有的鬼都拘禁起来，那这世上就没有邪灵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他就是神的时候没有到之先，他就在这世上。那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属灵的征战是什么？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就讲到，我们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那么我们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重要的是我们要站立得稳，所以所有征战呢，都是一个防备的装备，只有手上拿着圣灵的宝剑，然后呢就保护自己，抵挡仇敌，然后还是最后还是要求一样，就是站立得稳四个字。所以基督徒面对属灵征战，最重要的我们的得胜就是站立得稳，站立得稳。大家要记得这个观念，就站立得稳。所以这个征战，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不会止息的。所以雅各书就讲，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逃跑了，对不对？就逃跑了。那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个观念啊？因为许多时候我就直接讲，我们比较一厢情愿，就觉得把魔鬼踹在地上，那把魔鬼粉碎，把魔鬼怎样怎样啊，我们就这样子。但基本上不会，这些不会，现在不会发生。现在不会发生，我们现在只有什么？只有抵挡魔鬼，只有站立得住，
只有保守自己，只有坚持到底，这样了解吗？所以有一些观念跟我们想象不一样，不一样。所以你看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魔鬼最后接着就离开了，魔鬼就离开，对不对？然后耶稣面对那些邪灵，他就叫他们出去。那你就会想说很奇怪，耶稣为什么不把邪灵一个一个抓起来？所以邪灵也会跟耶稣讲啊，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你要吩咐我们到无底坑去吗？耶稣也没有吩咐他们去无底坑，没有。所以这个我讲这些就是提醒啊你们，就是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或者想这些属灵的事，一定要回到圣经怎么说，要不然我们会被引导到一个情境，那个情境就是说啊，我只要用心祷告，努力祷告，把魔鬼捆绑起来，把他怎样怎样怎样，那我就好了。重点不在那里，重点那我们就重点就偏差的。属灵征战的重点不在魔鬼身上，属灵征战的重点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要怎样站立得稳，坚持到底。好，这就是我从亚萨王的身上要跟弟兄姐妹分交通的。亚萨是一个复兴的王，重新恢复的王，但他的艰难就是他一开始做得很好，那最后他就松懈以后呢，当试炼来的时候，他就倒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后来就很可惜了，就很可惜。虽然他是一个神眼中看为善的王，看为正的王，但是就比较可惜他没有坚持到底。其实它不是好玩而已，主要的就是它会瑕疵我们的心。讲星座、讲血型这些会瑕疵我们的心。上帝要我们对付的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这一个人本来就是一个罪人。那罪人的其中一个我们非常难对付的，就是掩饰，就是诡诈，就是虚谎。非常难，也难。为什么难？因为他会用看起来很合理的去包装，那么用看起来很合理的去包装，因为看起来很合理，看起来是光明正大，所以用这些看起来光明正大合理的去包装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拆毁它，很难去拆毁它。比如说很多人讲血型，那很多人讲星座，那你平常没有听就没事，听了你就会有先就变成你的一个观念，听了就变成一个观念，然后呢你知道了就变成你在某些思想上的影响。比如说有些人就说我就是这个星座，所以我的行思为人就是这样，那这样子就变成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境了。因为当一个人认为我就是这样，那意思是什么？上帝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到任何一个人他的特质，所以上帝是针对他的特质给他吩咐，给他话的。上帝主所说的话是对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对不对？主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主没有说哦，因为你是哪一个星座，所以你爱人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你可以怎样，有没有这样？
没有。主说你要饶恕人，你说我这个星座就是不容易饶恕人，我就是这样的人，对不对？耶稣有没有说，哦，某一个星座的人你可以慢一点饶恕？没有。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些东西都会让我们变成一个捆绑，你懂我的意思吧？比如说以前我妈妈，在我小时候，我妈妈就告诉我什么样的面相，什么样的地方怎样，这个人会怎样。好，我听了就麻烦大了。为什么？因为我一看到这个人就，哦，这个人命好看到那个人，那个人命不好，对不对？你看，其实我对这个人认不认识，完全不认识，可是呢我已经认定了，那为什么认定？因为妈妈就这样跟我讲啊，所以我就要很辛苦的去找反例。哦，你认为这样的人命不好，那我就要去找说，哦，这样的人其实命也是好，你知道吗？你就要花去，你就要花时间去找反例。所以我们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碰这些东西？因为一碰就变成捆绑，要记得这些，一碰就变成捆绑。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个早上起来怎样，你这一天的运气就怎样，一讲你就完了。为什么？如果你早上起来刚好碰到他讲的那个不好的，你这一天就怎样？紧张，你就紧张了，对不对？哦，那如果开车再稍微不顺一点，你就说糟了，完了完了，今天是不是要回家请假不上班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个有我们，这就是我们的心，知道吧？我们的心，所以圣经一直强调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哦，要过于保守一切。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干扰，魔鬼就是干扰我们的心嘛。那为什么讲那些东西很多人会？因为人很想知道将来会如何，人很想掌控自己，所以如果魔鬼要人掌控自己，相信这些，他一定要讲出一个道理来，知道吧？一定要讲出一个道理来，一个道理来。那某些道理，魔鬼在讲某些道理的时候，这当中有合理性，知道吗？有合理性。他如果用不合理的，就讲不久，了解吗？但是合理的东西是对的，但是被他拿来用，比如说我现在讲人格好了，你解析人格的时候，最简单的是用两个因素，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解析人格的时候有四型 DISC， 对不对？就是你这个人是内向还是什么外向，对不对？好，所以你看用内向外向，你就把人分成什么两种的，对不对？所以一个因素分两种，两个因素就分几种，四种。所以最简单的你就解析人四个类型，合不合理？合理。但是是绝对的吗？不是。可是解析就会变成告诉人，他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就被绑住了。如果我给三个因素，啊，理性、感性，再加上经验三个因素，那么三个因素你就会变成九型人格，对不对？九型人格你没听过吗？台积的退休的一个人，他是专门来推这个。对，哦，那个书很多本，九型人格什么时候就有？2000年前就有。这个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东西，知道吧？你只要把解析人的因素，你抓到你觉得这是重要因素，比如说理性跟感性两个，所以你就分出四型了。如果你再把经验加进来，你是不是容易受经验影响，还是比较不容易受经验影响？那就三个因素，那你就有九型人格。那如果你今天要正细一点，你要找几个因素？四个因素，对不对？
四个因素你就是十六型人格，那你就怎样？你要写多大一本书才对不对？那如果五个因素呢？哇，那你行又更多了。所以它本身来讲是一个理性的解析，知道吧？但不是绝对的。但是很可惜是，这个是事后的解析会变成人心中的一个意念的约束，这约束就会变成人的辖制、人的捆绑，知道吧？那圣经不要我们这个，因为他要我们做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我们因为信，所以不管我是理性，不管我是感性，不管我过去的经验是怎样，我都可以从这当中成为自由的人，知道吧？真理必叫我们得以自由。上帝要我们自由，那我为什么要去受星座捆绑？我为什么要去受血型的讲法捆绑？都不要，因为那些都不能捆绑我们。一个算命的跟你讲的话，你也不要被他捆绑。为什么？因为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怎样？真自由。不是，就保护好你，只让神的话在你心中做主做王。上帝用保守的方式呢，用比较可以想象的方式，就是洁净跟不洁净，洁净跟不洁净，有没有？旧约时代，哦，这个东西可以吃，因为它洁净；那个东西不能吃，因为它不洁净。这个东西可以摸，因为它洁净；那个东西不能摸，因为它不洁净。用这个来分。好，所以保守我们的心，就是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去沾染不洁，不要去沾染不洁，不要让我们的心碰到这些不洁，我们的心思碰到这些不洁。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别人跟你讲的，你主动的在心思里面把这些东西排开来，这个是非常要紧的，这个就是保守。啊，对的，命不好算不用钱了，但是算了以后一定给钱，命就会好。哎，那谁愿意去给他算？算命的人是很厉害的心理学家。啊，其实这些他如果他不会抓住你的心啊，不会把你往那个啊，往那个鱼饵上去钓，你怎么会被他钓走？钱在你的口袋，你怎么拿得出来？对不对？而且厉害的是让你拿得很开心，啊，让你觉得你赚到了。嘿，宇哥，那你刚刚讲那个 DSC 这种测验，我们不拿来捆绑自己，但是我们如果去看那些，就他们不是基督徒，比如说应征人，这，那个可以成为一个参考的东西吗？可以，我刚刚讲，我没有说那个不好，你有没有仔细听完？我说那个是一个理性的分析，记不记得？只是我们不被他捆绑，因为他只讲两个因素。对，但是如果是我们去面试人，可以用这个来让他做测验。可以啊，因为那个就是一个理性的分析啊。因为心理学做研究就是理性的分析嘛，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去分析，但我们不能用这个去当作人的价值判断，知道吗？那我们自己也要知道，这就是分析我们这个人，我们有没有这些特质。原则上有，因为我们还是在老亚当里面，还是在老亚当里面，所以有一些人会这样，有一些人会那样，有一些人担心比较多，有些人比较不担心，这些我们都是接受，我们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自己，在基督里做新造的人。但是你刚刚有说保守我们的心，是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去沾染不洁嘛？嗯。那这个不洁就我就
就会常常要去判断这个结或不结，例如说我们现在是属是上班是工作是为了赚钱，就是它应该是中性，它只是工具嘛，但是我们要怎么样知道说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我有些时候在职场上或者在属世界的事物里不太能够知道这个到底算结或不结。通常是这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判断，我只要简单讲就好，就是第一个啊，从世人认为正的第一个我们先判断，这些样子做世人是不是觉得是正的，对不对？这是第一个可以筛选。第二个，我们的心是不是觉得是正的，我们的心。第三个，我们更要紧的，圣经怎么说。有一些事情世上的人都认为这样不好，我们也基督徒也要当心，因为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讲，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对不对？我们要留心做正经事。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看对这种事情世人也都觉得不妥，我们就要当心了。第二个，我们的心会怎样，我们的心会怎样，那我们就要当心了。来，再来，上帝有没有话说？上帝有没有话说？好，可以哈。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刚刚讲说赶鬼嘛，那为什么不是说由神去把这些灵去带到他们该去的地方？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用三个你也可以说三把火啊，来熬炼我们，熬炼我们。一个是世界，一个是邪灵，一个是肉体，就是它变成一个熬炼的情境对我们。因为我都会被压嘛，有时候我是会看到他的影像。对。然后呢，我是觉得他们是不知道去哪里，然后很想寻求帮忙，然后我是受洗之后这个方面困扰就会没有，因为我是像牧师说的，他会弹开，就是他靠近来他会鼓励他会弹开，那我都会祷告，就是说请求主耶稣神把他们带领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不是说放了他们不管。我觉得他们在之前让我觉得是他们一直想要寻求帮忙，然后不知道我也没办法，因为我只是看到一箱听不到声音。我觉得那时候还没有受洗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知道你们想帮忙，可是我没办法帮你们，就是也听不到，然后他们就也会走开这样子，可是会不胜其扰啦。然后之后受洗之后就真的好很多啦。所以我们对灵界的事情啊，灵会用很多方式啊想办法找人，因为灵啊，我多讲一点，灵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灵要找地方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啊，灵本来应该在的地方是天上，但是天上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这些邪灵就要到地上来找地方住。所以什么地方是他最想住？人。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乌鬼离的人身有没有？人的身体，这是福音书讲的。然后就出去找，知道吧？就到处去找，知不知道这个典故？不知道。好，我们讲一下。主耶稣在讲的，在这个马太福音12:43，主耶稣用这个来讲啊，就是主在讲话的时候会告诉我们一些灵界的东西啊。那啊，灵界的东西主讲的就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你看马太福音12:43，好，这里主讲得很清楚，乌鬼离的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邪灵呢从天上被赶出来以后离开，他就没有住处，知道吗？没有住处，他到地上来要怎么办？你要知道灵住在人的身体，知道吧？
我们的灵是住在我们的身体，知道吗？所以我们的灵可以安歇。好，那如果这个邪灵来到世上住哪里？他没有，这里写啊，寻不着安歇的地方。为什么？离了人身啊，离了人。所以为什么那人去交鬼啊？其实是鬼去找到人啊，那些人愿意让鬼怎样住在他里面啊，住在他里面。所以耶稣就讲啊，他哪喜欢住在猪里面？他是不得已的啊，被耶稣赶出去啊，是耶稣叫他们出去，他只好怎样去猪猪身上啊，那猪受不了啦，对不对？猪的筋跟人的筋很类似哦。这没有办法，这个猪受不了，猪就投到湖里面死掉了。那死掉鬼会怎样？鬼会死吗？不会，不会，他只好再去找地方住啊。所以这里我只是用这一节告诉你们，所以他就找到原来出的屋里去，看到没有？人的身体是一个房屋，这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的，我们的灵啊住在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一个什么？房屋。所以这个身体会怎样？会坏掉，有一天不能住了，知道吗？我们老化生病，这个身体就怎样？坏掉，坏掉，我们的灵去哪里？我们就去神那里，知道吗？好，所以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耶稣就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有没有？叫荣耀的身体，让我们住。好，所以保罗讲，我们这个帐篷会被拆毁，这是哥林多书信里面讲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我上帝先用土造了一个房子，了解吗？再把他的灵吹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成为有灵的什么活人。好，所以我们这个灵呢啊，上帝把这个主权交给我们，所以一个人交鬼一定是他想交鬼。好，那为什么会想交鬼？一定是内心里面有一些需要。那有些人比较容易，有些人比较不容易让鬼进去。好，那有些人在特质上比较容易，所以我们不讲那个是对错，那个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下面看的这一句话，他说鬼到的那个房子里面，看见里面打扫干净修饰好了，而既然没有鬼住，对不对？他就带七个比他更恶的鬼来，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在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这一段话在讲谁？在讲犹太人。犹太人他们被上帝拯救出来以后，那么他们应当让神的灵在他们心中做主做王，知道吧？结果他们没有，就等于是上帝把他里面的家打扫干净的，他应该让谁住进去？圣灵。就没有的话，那个地方给谁住？鬼就看，哇，这个地方这么大这么好，带七个比他更恶的鬼，那这个人后面的情况就怎样？更不好。其实这是讲世代，知道吗？讲人的世代。上帝不断的启示人，给人认识，从摩西的时代或者更早开始，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其实上帝一直在那边洁净人的心，让人越认识上帝，就越要在意一件事情，让谁住到我们的里面来？神的灵，就是圣灵。所以我们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不怕这些？因为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怎样？更大，更大。这样了解哈？好，那我们就回到列王记来。所以列王记一开始我跟大家讲的就是亚撒，亚撒我们要得到的属灵的教训就是我们要坚持到底。记得啊，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要在当中谨慎，知道吗？哦，我们就要当中谨慎保持守。哦，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对不对？哦，对信仰都要坚持到底。好了，
所以啊，这就是亚萨。亚萨之后，我们来看第十五、十六章，就是讲到北国。北国呢，第十五章后面就讲到啊，耶罗波安完全不听上帝的警告，在当中没有除掉他的邪恶，他所犯的罪。所以呢，第二十五节说他的儿子登基做王两年，其实第一年登基，第二年就被杀了，被杀了。那么这个二十九节，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正应验了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好，所以啊，这一个啊，耶罗波安的家啊，上帝给他十个族建立北国，但是他完全不照上帝当时给他的话做，所以他的家灭亡了。灭亡以后，巴沙呢也是没有，巴沙可以做王的，可是三十四节，他做王二十四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所以这个巴沙也没有从这当中得什么，得到任何的教训，对不对？哦，那么人会觉得，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些王都得不到教训？好，因为我们都是看眼前的，都是想抓现有的，都害怕失去。耶罗波安为什么会去造金牛犊？就是上帝给他当王了，他很怕这个王位失去，对不对？很怕老百姓去耶路撒冷敬拜，心就跑掉了，对不对？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就在北边立一个，南边立一个，你们不要去耶路撒冷了，就近方便就好，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王当他心中害怕失去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知道吗？因为神才是他的保障，神才是他的依靠，是上帝把那个王位给他的。但是他一担心害怕，想要自己来的时候，想要靠自己的时候，记得这就给魔鬼留地步的。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是谁？扫罗王。我们读过扫罗王，扫罗王就是害怕，对不对？害怕就怎样，就不行了。因为做王的人，上帝给他的条件是什么？你要刚强什么？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记得哦，所以我跟你们讲，属灵的征战做什么？就是要告诉你们，魔鬼只能吓我们，吓我们，知道吧？他赢不过我们，只能吓我们。那我们基督徒不要被吓到，被吓到我们就越来就越怎样，越害怕，知道吗？我们要刚强壮胆。他只能吓我们，了解吗？他赢不过我们，但是他可以吓我们。好，所以接下来十六章，神的话就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这是先知耶户啊。那么呢，耶户就去责备巴沙，上次我们也提过，先知很不容易，你要去责备一个这样子一个 邪恶暴虐的王，这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所以他说，神就说了，我既从尘埃中提拔你，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践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使我民以色列陷在罪里，得我发怒，我必除尽你和你的家，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一样。凡属沙巴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所以他上帝宣告同样的审判，同样的审判啊。这边我们啊回想一下，记得哦，神审判的法则是什么？多给谁像谁什么多要，这是审判的法则，知道吧？这样才公平，才公平。神多给谁就向谁多要，
哦、这就是公，这神的审判一定要公平，对不对、哦、所以呢、每一个人领受不一样，所以使徒保罗他知道他领受非常多，所以他怎样，他比别人受更多的什么苦对不对、嗯、使徒保罗不是领受很多吗？所以上帝就让他怎样承受非常多的苦。啊，对啊，保罗有没有受很多苦？有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因为他拿的太多了、嗯、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跟借着耶户跟玛莎讲，对不对？你是在尘埃当中，意思就是你原来就是一个很渺小的，那上帝说我把你提你起来当王，变成最大的，那你就要因着所领受的向上帝负责的。结果他跟耶罗波安一样，完全没有从他身上得教训，所以上帝说那审判的结果是一样的，他们全家都要被杀。好了，那么巴沙很强，做王做了24年、哦、做的是24年，但是第七节、哦、他死的时候他的儿子、以拉接续他做王、哦、但是、他所行的恶神都已经预先的宣告了、哦、神都预先的宣告。这边有一件事情、哦、本来上帝就要杀耶罗波安的全家，对不对？但是巴沙杀的方式上帝不喜悦，知道吗、哦、因为、上帝要杀没有错，但是要怎么杀，人能不能自己靠自己的方式做，不能。神要废掉扫罗王，对不对？没错吧。可是当扫罗王在大卫的旁边，大卫可以杀的时候，大卫能不能杀？不能哦。记不记得扫罗王不是 在逃难，不是逃难，在抓大卫，对不对？有一次抓到大卫躲在山洞里面，结果扫罗王进去，对不对、哦、把他当作洗手间了。所以这时候其实大卫的臣子就跟大卫讲，这是上帝把这个人交在你手里，要不然机会哪这么好，所以你就应该这个时候把他怎样杀了。大卫不敢杀，大卫只割下他的衣袍，知道吧，让扫罗知道说我可以杀你，但我没有杀你。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跟上帝认罪悔改。为什么？为什么要认罪悔改？他有没有杀？没有。可是他的心怎样？觉得自己可以杀，所以他要跟上帝认罪。不是你认为你可以杀你就可以杀，知道吗？不是上帝说这个人我要杀那你就去杀，知道？上帝没有叫你做的事能做吗？不能做。你不能杀，你连想都不行。你说嘞？对啊，这就是大卫为什么神喜悦他，对不对？要我们会觉得怎样？很爽，对不对？哎呀，我可以杀你，你看我不杀你、哎、我还给你悔改的机会、哦、我们会这样子想。但大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马上知道他又是被自我给捆绑的，他又自我了，所以他跟神认罪、啊、大卫不是有说他神高抹了他不要？对啊，所以他后来知道神高抹了他不能杀，对不对？所以我们人的心就是这样啊，我们知道神的话，但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怎样，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还是很软弱，
常常还是很软弱。所以呢，这里要记得，神已经借着先知说耶罗波安的全家要被杀，但巴沙你是不是那个执行人？上帝有没有叫你杀？这些都是要很谨慎的事。可是巴沙不是，巴沙只是自己趁这个机会篡位做王。好，第八节，亚萨王26年，巴沙的儿子在以德撒做王，也是一样。前面那一任的第二任做2年，他的第二任也怎样？也是做2年，还是2年？好，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心力背叛，所以喝醉的时候，哎，心力就进去杀了他。所以心力一做王呢，11节就把巴沙的全家都杀了。可是你看到连亲属朋友也没有留下，看到没有？比先前更怎样？更狠了，看到没？其实人的心是这样子。如果你去看中国的历史，在周朝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得罪王叛变的话，杀几个人？其实早期杀一个，谁叛变杀谁，最早。但后来发现怎样？活着的人会报复，所以怎样？就是把他杀了不行，他还是有人会报复，所以他的儿子也杀了，知道吧？后来发现只杀他儿子不行，要怎样？全家都杀，知道吗？那发现怎样？全家杀也不行，还是有漏网之鱼，所以就怎样？越杀越多，所以连累的就越来越广，知道吗？那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边也是一样，这边也是一样。所以巴沙呢，心力一做王，哇，不仅把巴沙全家都杀了，跟他的亲属也怎样，都杀了。其实你真要杀，要把以色列人杀光，因为大家都是亲戚。没错吧？以色列人都是亲戚，对不对？所以他把那些跟他有关的这些亲属都朋友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什么男丁。所以你可以看到人的心就是这样，权力啊，权力啊，占据人的心，占据人的心。12节，心力这样灭绝巴沙的全家，正如耶和华借先知耶户责备巴沙的话。这是因巴沙和他儿子以拉的一切罪，就是他们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假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所以这个巴沙要被杀，以拉要被杀，以拉要不要负责？要，因为他跟他父亲没有两样，知道吧？所以好了，所以15节，犹大王亚萨27年，新立作王7天，作王只有7天，名为公，还是为公基比顿。那么他们在营中听见新立杀了王，所以当日就在营中立元帅暗立作王。所以表示新立这个人呢，服不服？大家服不服？不服，不服，所以就让暗立作王了。那你看，军队在暗利的手中，所以一打起来，暗利就怎样？就是率领围攻的，围攻德撒，城破了，就放火焚烧，自焚而死。啊，这个心力还做事还干脆一点，自焚而死。然后呢，心力好。那么这时候国家出现什么？21节。以色列民就分成两半，就北国分两半，一个跟随基纳的儿子提比尼要立他做王，一个跟随暗利。但是两边互相攻杀之后，犹大王亚萨31年暗利做以色列王。31年前面
他杀新历的时候是27年，到31年经过多久？4年，表示国家战乱了多久？4年、哦、那你们知道内乱了、啊、谁倒霉？老百姓，老百姓，因为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老百姓就可怜了，就可怜，打了四年。所以呢啊，这里就告诉我们案例就纣王啊，12年以后，他发现在德沙这个地方啊不够安全，所以德沙做了6年以后，他就买用两他连德向沙马买了这个他的在撒玛利亚山，就在山上啊造城，就是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城就是这样来的。他觉得这个地方这样，因为他是一个将军，他去攻打别人，所以同样他怕怎样被人家打，所以呢他就觉得德沙这个城既然可以被攻得破，他就要造一个什么更坚固的城，地理位置更好，所以他当时就在撒玛利亚山造这个撒玛利亚城，他觉得这样子他就可以更安稳。好，25节，按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哇，这没有变好，一个比一个怎样更坏，一个比一个更坏，对不对？然后26节，因为他行耶罗波安所行的，使以色列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虚无的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为什么用虚无？就是用代替，用代替，就是他做一个金牛主多代替，对不对？好了，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亚哈接续他做王。那么所以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在做了北国的王。亚哈做王22年，结果这个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老爸更甚。所以你知道亚哈、一代、一代不如一代、所以呢他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还以为轻，又娶了 西顿王耶巴利的儿子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你知道吗？又把外邦的偶像怎样引进来，然后又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为巴利筑坛、为了巴利筑坛还不够，又为亚瑟拉、又做亚瑟拉，好了，又拜巴利，又拜什么？亚瑟拉、所以神的怒气只有怎样更甚，更生气了。好，然后这时候先讲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后面我们要开始讲先知了。这里的事就是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人把伯特利人、有一个伯特利人、西伊勒重修耶利哥，立根基的时候死了长子，安门栓的时候死了幼子，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耶稣亚所说的话。这是在耶稣亚记第6章26节，耶稣亚记第6章26节，神借着耶稣亚讲过这个话。因为耶利哥城当年以色列人怎么打下来的？闹城，对不对？祭司带着百姓闹城、7天，城就怎样倒塌了。倒塌以后，耶稣亚就讲这一句话，这里在告诉我们什么？因为耶利哥城呢，不是靠人的手攻下来的，知道吗？耶利哥城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我们里面呢、有一个坚固的营垒，是不听上帝的话，知道吗？我们里面有一个坚固的营垒，不听上帝的话，这个坚固的营垒靠人是打不下来的，知道吗？要不然你们去传福音给人，你看能不能说服他信主？传福音容不容易？
而有些人会信主很容易，对不对？就传福音的工作，就是要把人这个坚固的营垒，让他怎样倒塌，就上帝的工作。上帝工作是什么？祷告。祭司在前面走，对不对？民众安静的走，走了七天，城就倒塌了。时候到了，他就倒，知道吗？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是这样。常常我们在问什么时候这个人会信主，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但我们就祷告，知道吗？祷告到这个城倒塌，但是这个城倒塌以后能不能重建这个城？不能，因为那个城是表示我们的心不听上帝的话，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让自己重建。所以我们是什么？保罗讲的，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什么？新的，对不对？保罗在讲的时候，他说我不能够重新，如果我重新的话，我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有没有回去走律法的路？没有了。所以他拆毁了，不能够重新建造。好，这个是使徒保罗不断的告诉弟兄姐妹的，他说如果我重新拆毁了，我重新建造，那就是那这个本身来讲，就显明他自己是有就跟以色列的一样，就是跟以色列的一样。好，这个是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十八节，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七节，我可以从前面读，让大家知道前面发生了一件事情。前面发生了加拉太书第二章，先换到那里，所以我再来讲加拉太书第二章十一节。使徒保罗加拉太书是告诉加拉太的弟兄姐妹，你们领受福音以后就要坚持这个福音，知道吗？不要被骗，不要被骗，不要被人的话骗，知道吗？当时这些弟兄姐妹被谁骗？被犹太人骗了。犹太人告诉他们说你们信耶稣的还要受割礼才算数。那保罗就非常火大，因为错掉了。所以现在有一些教会我就觉得蛮可惜的，就告诉你信耶稣的还要会讲方言才可以，知不知道这个错在哪里？就是靠律法，知道吗？这些都不可以，了解吗？没有，我说这些我以后有机会讲书信再告诉你们。要记得恩赐都出于神，你能讲方言就讲方言，不能讲方言就没有关系啊。恩赐会不会都一样？不会啊，那是恩赐。 好，回到这边你看一下，所以他们就说你们一定要受割礼才行，一定要守律法才行。所以像现在也有一些教会说你一定要守安息日，又走回什么？走回律法，知道吗？所以不管他们怎么讲你们都不要听，知道吗？好，我们来看。所以前面就发生彼得自己也觉得彼得第十一节，击垮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就是说保罗这个彼得跟巴拿巴当时在安提阿，安提阿是北边的，这是在叙利亚的城市，
所以当时是外邦人在那边信主的，所以彼得巴拿巴去跟他们一起吃饭。大家要记得，犹太人本来是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因为他们觉得外邦人吃的东西不洁净，对不对？但是呢，可是他们都是基督徒啊，所以彼得跟巴拿巴就跟他们一起吃饭，对不对？后来雅各那边的人来，雅各那边就是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号称是弟兄姐妹的人来了。记得耶路撒冷的这些号称是基督徒的犹太人来了，彼得跟巴拿巴就怎样，就不敢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那保罗就火大了，知道吧？保罗觉得怎样，他们这样做法是会让整个教会又怎样，又被律法捆绑，知道吧？又走回律法的路，知道吗？所以他后来就讲十六节，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属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记得哦，我们基督徒只有因信称义，知道吗？想要在因信称义加什么方法的，都变律法，了解吗？都会变成律法，知道吗？都会变成律法，很快就会变成律法。十七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话，就是原来拆毁的不能重新建造，知道吗？原来拆毁的是什么？我刚才讲的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什么？靠着自己壮大自己，保护自己，自以为是，自以为对，知道吗？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这些上帝都要把它怎样拆毁，要我们单单怎样信，了解吗？我不是说你们现在不要努力哦，这是两回事，知道吗？是不要依靠自己，要单单依靠什么？神。单单依靠神，知道吧？所以保罗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话，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知道吗？叫我可以像神活着，因为现在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怎样活着。好，所以这就是我讲到这一个耶利哥要跟大家讲的。耶利哥是进入的迦南地第一个拆毁的城，知道吗？所以我们基督徒信主就是拆毁这个我们里面的耶利哥城，我们那个抵挡神的至高至傲的事整个被拆毁，了解吗？这个写在哪里？写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加拉太书往前面翻一点点，第三节，第三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第三节，从第三节，第三节到第五节，好，谁帮我们读一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都顺服基督。好，所以要记得我们人呢，我们在征战呢、啊，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但不凭血气征战，知道吗？我们活在世上是不是在血气中行事？是，我们跟人对话，跟人讲话，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也会生气，也会不高兴，是不是？我们都有这些情绪，知道吗？所以我们是在血气中行事，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人嘛。但我们征战不能凭血气怎样征战，不能凭自己的情绪征战，不能凭自己的感觉征战，知道吗？我们不能这样，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是在神面前怎样有能力。这个话很特别，如果你跟谁征战，你是在什么地方有能力？你应该在敌人面前怎样有能力啊，对不对？那保罗有没有说我们是在敌人面前有能力？不是，属灵征战一个非常要紧的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所以当你传福音给面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在这个人面前很有能力？这是我们的想法，不是。你知道属灵的征战不是在那个人面前很有能力，知道吗？而是在谁面前有能力？神面前有能力。所以耶利哥城，你要知道耶利哥城人的想法是，上帝你要我打下耶利哥城，那应该让我在耶利哥人面前怎样很有能力。结果呢，不是，比身高耶利哥城的人怎样身量高大，以色列人呢身材矮小，对不对？比武器人家的城又高又大又坚固，那你呢？你没有什么武器啊，是不是这样？不是，以色列人真正会得胜是在神面前有能力。怎么样在神面前有能力？就是安安静静。有没有记不记得耶利哥城怎么打的？能不能出声？不能，安安静静。然后呢，祭司带队，对不对？抬着耶柜，然后大家安安静静走在后面，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我们换个方式去想象，如果在一个很凶恶的敌人面前，结果你就安安静静的绕着他走，你觉得怎么样？啊，你会不会一边走一边说我比你强我比你强？啊，不是，你不，上帝不要你比他们强，知道吗？上帝，保罗说的，我们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知道吗？也就是说上帝被高举，上帝的名被高举，我在这里让我依靠是上帝，我不依靠我自己。我自己没有能力没有关系，我自己不行也没有关系，我口才不好也没有关系，我怎么样讲你才会信耶稣跟我没有关系，知道吗？我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因为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但是在神面前的那个能力就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看到没有？这个坚固的营垒在哪里？在人心里，知道吗？人心里有各样的计谋，计谋就是诡辩。你去传福音给人看看，看他会不会有很多诡辩，对不对？你讲了一些，那为什么？就来了。你又讲了一些，那为什么？知道吗？你发现他突然之间聪明起来，知道吗？以前念书都没这么聪明，那么你教他数学他都不会这么聪明，了解吗？传福音给他他就很聪明，这 很有意思的。 你仔细去想，人会有很多的计谋拦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之事，知道吗？这些都要攻破，把人的心意夺回，就是要他顺服，是靠神的能力。好，我们要再回到列王了。所以我在这里记得耶利哥是什么？耶利哥就是我们那一个老我，那个自我，
那一个自以为是、自以为大的坚固的城，知道吗？然后我们想把神挡在外面，所以我们传福音给人是要把他内心里面那个坚固的营垒怎样，让他打垮，但不是我们有能力，是靠什么？在神面前有能力。谁在神面前有能力？就那信靠神的，知道吗？信靠神的，一个相信神的人，你就在神面前有能力；信靠神的人，你就在神面前有能力。因为你信，所以神的能力就成为你的能力。所以圣经讲：“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有没有？耶和华是我的力量，神成为你的力量，神的能力成为你的能力。好，所以耶利哥就讲这件事，就是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一定要记得是上帝使你们的心归乎上帝的，重点就是要听神的话。所以十六章呢，到这边做一个小结，就是以色列人一直不听上帝的话，知道吗？一直想要重建什么？耶利哥城。然后呢，立根基上长子，立门栓上幼子，这是上帝给的警告。就是这样发生了。那么隔了那么多年了，从耶稣亚到现在隔那么多人，人都已经把上帝的话怎样忘了，忘了。人可以忘上帝的话，上帝不会忘他自己说过的话，上帝不会忘。所以你跟上帝祷告喜诺的话，你会忘，知道吗？久了就忘了。上帝说：“哎，我没忘，你当年是这样说的。”这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记得。所以到这边呢，好了，那么北国既然这样子忘记上帝的话，那上帝怎么办？所以上帝就差遣他的先知来了。这次先知来的时候，不单单跟王讲，当然还要跟民讲。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开始看这个以色列的大先知以利亚。我们来读第十七章。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落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饼，他标饼和肉呢，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唤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召他说：“也求你拿点水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必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因为是华以色列的神明，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比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雨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事以后，从那
家族的父人和儿子病的症状以致身无气息。父人对伊利亚说：“神啊，我无力吃饭，你进到我这里来，是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伊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伊利亚就从父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人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宝库的家里，你就将祝福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伊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能……”耶和华应允伊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能入他的身，他就活了。伊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你不只交给了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见你门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十七章。十七章开始呢，要讲的是啊，在当中啊，神要借着先知啊，在当中一个非常要紧的来啊，希望以色列人可以回转。那么这个先知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祷告，所以先知知道整个要对以色列人要怎么办啊？除了借着神的话跟他们讲，先知就是祷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啊非常信仰非常败坏的情境之下呢，那么以利亚就是祷告，所以这个在积极在激烈的这个啊提斯比人以利亚，他而且他很勇敢了，他去对谁讲话？亚哈是什么王？而且他去跟王讲所以他是很有信心了、前面的先知都是直接宣告审判，对不对？宣告审判，然后就走了，但是以利亚不是哦，以利亚是挑战，看到没？哦，他是发出一个挑战来，他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好了，这等于是跟王发出一个挑战，对不对？你去拜巴利，你去拜亚瑟拉，你去拜那些假神，那我指着神起誓，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你就没有雨，也没有露水。可是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变成是农耕了，是不是？农耕加畜牧，畜牧也有。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他们原来是畜牧的，那进入迦南以后，慢慢加上农耕。那神原来是要他们畜牧加上无花果树、橄榄树。然后葡萄树，对不对？但是人就很想增加一些其他的农耕，那上帝也没有阻止，所以他们开始农耕。那农耕他们不会嘛，迦南人会嘛，所以他们就学迦南人了，学农耕以外又学去拜偶像了。对，因为他们农耕这些是这样，但是可惜的是，因为农耕呐、农耕如果我们知道农耕，简单讲，四个字：看天吃饭。如果我们是农民，就可以体会什么是看天吃饭。第一个，你春天要耕种，以前没有水库，你想以前没有水库，对不对？所以你应该是希望冬天有下雨。比如说我们像台湾的稻田，你冬天一定要下雨，下雨才会把水放在田里面存起来，然后春节过了，土再泡着，然后再把它采暖或翻暖才开始耕种，对不对？耕种以后呢雨会一直断断续续有都好，对不对？到了开花的时候就怎样，不能下雨了，你知道，就不能下雨，对不对？
那结束结实了以后也不能下雨，知道吗？如果现在你去看稻子 结出开始开花苞结出籽粒的时候，这段时间不能再下雨，再下雨就怎样，就难过了，对不对？然后等到它结出结实好了以后，收割之前能不能下雨？一下雨又怎样，又泡水了，你知道吗？所以对农人来讲天气很重要，对不对？该下雨就要下雨，不该下雨就不要下雨，该刮风就要刮风，对不对？其他都不行的。所以他们靠天吃饭，靠天吃饭，他们能不能把握得住？不能。所以他们就只能怎样，拜拜啊。因为圣人啊，人你疾病中，我们中国人讲，你疾病痛苦的时候会叫谁？叫娘啊。那惨淡的时候叫谁？呼天啊。哎，这个话以前你们有没有听过？就是你如果疾病病痛的时候一定是叫娘嘛，对不对？你身体难过非常难过，你找谁？找妈妈。那如果是觉得走投无路的，你喊什么？天啊。这个是很自然的，知道吗？就是这个跟信仰无关，了解吗？这就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知道吗？所以我们本来就是会这样啊。所以人为什么会找信仰，就会觉得天哪，你怎么会这样对我，对不对？这很自然的。所以人就会在这种靠天吃饭，就会想要去拜天啊，想要去找方法，想要去找一些偶像来做啊。所以在这个迦南人的古代人的信仰，最主要的两个主轴的神嘛，一个是跟粮食有关的，生产有关的，一个是跟生育有关的，就生存跟生育，知道吗？因为生下一代很重要，因为以前有瘟疫啊，有疾病啊，下一代不容易活。你们这个以比如说现在的统计比较清楚的，连清朝的皇帝生下来的皇子啊、皇女这些公主啊，存活率有多少？能够找到十五岁以上的存活率多少？很低哦，很低，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高。如果他们的小孩只能有50%存活，那一般老百姓呢？你去用这个去想就知道，以前的人为什么要拜生殖的神，知道吧？因为以前在100年前或者我们小时候，为什么闽南人，我不知道客家人，闽南人生的小孩子都要抱到庙里头去当那个什么？对，因为怕不好养，知道吗？好，我们回到这边，所以你看，这时候上帝用的一个方式跟前面的先知不一样的。这个先知呢，上帝要这个先知直接去跟亚哈讲，而且发出什么？发出挑战来，对不对？跟亚哈讲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人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不降露，怎样？不下雨。露水对他们那种干燥的地方很重要，知道吗？露水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这边人觉得下雨才有水，对他们来讲露水很重要，真的有露水就可以，不一定要下雨。有露水的话，这个露水就可以让整个植物有充分的水。他说如果不降露不下雨的话，那当然就麻烦大了，就麻烦大了。那么所以他跟亚哈挑战完了，那接下来呢，亚哈会怎样？
亚哈当然一开始不相信了，对不对？等到真的没下雨的时候，亚哈会怎样？亚哈开始去派人去把他找，就想要去把他怎样，要把他抓下来，对不对？要去找他。所以他讲完了以后，第二节神的话就临到他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看到没有？不躲不行了，因为王已经怎样，王开始要抓他了，对不对？所以上帝说，你往东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你就去藏在西旁，你不能出来啊，因为你出来就会让王的人找到你啊。然后呢，你就喝溪里的水啊，吃怎么办？吃我找乌鸦来供应你啊。乌鸦呢，早晚给他刀雕饼跟肉。所以这个很特别，我不知道一只乌鸦可以给他多少饼多少肉，反正早晚来就是了。然后呢，他渴了就喝溪里的水，对不对？好了，因为没有下雨，所以一开始溪里面还有水，一直到溪里的水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那我们现在的人没有经验了，我小时候还有这种经验，很小的时候还有，不是平地，在山上，山上的水不是靠那个引水吗？溪里的水从最上面慢慢引嘛，对不对？就是我们把那个竹子切开来，对不对？然后中间挖掉一个接一个，把山上的水全引下来。那么真的干的时候呢？真的干的时候，钱没有了，没有的去哪里找水？溪，溪的水它没有流了，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有，所以你把那个沙挖开，还有什么？还有水。所以很早以前自来水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在乡下就是这样。所以以前乡下的人不可能每天洗澡拿那么多水，那是以后的人才有的福利，知道吗？所以溪里的水慢慢就干了，到最后连溪里的水等于是最后都没有水了，对不对？好，所以那在基利西旁，上帝让他 一段时间在那里。好了，第八节，耶和华的话再来又临到他说，好，那你现在要去哪里？你想，经过这么一长时间没有下雨，王会怎样？以前还不太相信，对不对？现在呢更怎样？更觉得都是你这个人引起的，是不是？所以王更要找他，所以他就往西顿的撒勒华去，所以他就往出国去了，知道吗？本来在逃到藏在东边的基利西旁，现在跑到西北角的这个西顿去了。西顿是不是以北国哈？是西顿国的。好了，他跑到西顿去了。那么呢，你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一个寡妇供养你，很特别哈，上帝已经替他找到一个寡妇来养他。好了，那以利亚就去了，到那，其实整个地方没水，不是只有以北国没水哈，连他附近的地方也都怎样，没有水，所以他就到了撒勒法，看到一个寡妇在捡柴，以利亚就喊他。说你用器皿取点水给我喝，然后他说你又拿点 饼给我，然后他就讲了，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所以他知道这个以利亚是何许人，对不对？知道以利亚是何许人啊，跟他的信仰不一样，对不对？你是永生耶和华神的信那边的，我们是这个西顿是拜什么？前面那一章看到没有？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他们是拜巴利跟什么？
亚瑟拉的。哦，西顿是拜巴利的哦。那以利亚是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先知，所以很奇特，上帝蛮有意思的哈、哦，让他到西顿去，因为上帝也要借这个事让，因为他要让亚哈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神，对不对？那耶洗别拜什么？是西顿人，对不对？是西顿的王的女儿嘛，公西顿的公主在拜，所以他上帝蛮有趣的，上帝就找一个西顿人来做这件事。好了，所以他就去了，那这个人就讲，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了，只剩下一把面，只剩下一点油，我找两根柴，那这最后一餐知道吗、哦、他说我就准备煮最后一餐，对不对？煮完就怎样，就准备饿死、哦、所以他也在这个人也讲得蛮直接的，所以他拜巴利也没用，拜亚瑟拉怎样也没用，知道吗？记得巴利是管粮食的，亚瑟拉是管生殖的，知道吗、哦、所以两件事情，一个是生存，一个是后代，等一下他儿子要死，知道吗？两件事情，上帝做两件事、哦、所以两个，一个是生存，一个是生殖，知道吗？好，所以呢，以利亚就讲讲，不要怕，不要怕，啊、哦，你照你要做的，你说的去做，不过次序要对，你先给我一个小饼，啊、哦，你只剩一点面，对不对？那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啊、哦，然后剩下的你跟你的孩子做，但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说了，坛内的面不会少。瓶里的油不会短缺，直到降雨的日子，很奇特、哦、面就是面粉，知道吗？面粉。十五节啊，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你看他跟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哎，很奇特、哦、啊，外面是饥荒哦，可是他们家就是面继续给和面，继续有油可以继续煎饼吃，对不对？所以他们继续活着，所以这是第一个上帝用的方式。亚哈找了耶洗别拜巴利，对不对？但是降不降雨，权柄在谁？在神，在神。那么上帝呢，连不降雨都可以让人活，知道吗？人以为一定要降雨，一定要种植，一定要生产，我才可以活，对不对？其实需要这样吗？上帝要真要叫人活，需不需要这样？不需要。上帝真的要养活人，面里坛里的面不会少，瓶里的油也不会什么少。耶稣做过这样的事，有没有？你五千人要多少饼？耶稣说有的拿来给我。耶稣如果真要喂饱人，跟你手上有的有关系吗？所以上帝用这个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信是什么，知道吗？我们的信是什么？人以为我一定要这样，我一定要这样努力，我一定要怎样我才可以得着。其实在这些，我不是说不要努力，我在这重点是神才是那一位统管万有给我们的。所以第一个讲生存，他们以为他们非得去拜巴利不可，其实你拜假神有什么用？真正供应的是神，真正使人存活的是神。你以为降雨的农作物生长的你才能活，对不对？但事实上不是，神让你活你才能活。所以十七节再来了，人以为有孩子，寡妇有一个儿子、哦、那寡妇有儿子，这是他的指望，对不对？
然后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无气息。无气息就是什么？就是已经差不多没有呼吸了，对不对？啊，妇人就对以利亚说：“神人呐、啊，为什么称他神人？因为已经吃很多面了。哦”已经知道了。因为你想想看，如果你每天去拿那个从坛里面拿面粉做饼，那种做。你就明明知道没有了，可是第二天还有，你会觉得怎样？别人家都已经不行了，你家还有东西吃，对不对？那这个人一定是什么？神人啊。所以他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怎样？”哎，他这句话很特别哦，使神想念什么？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人这个呢，啊，这个撒勒法的寡妇比以色列人更能够，更有自知之明，对不对？还可以想起说我是一个什么罪人，嗯，以色列人可能饿肚子还在那边骂，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罪人。这个人还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他说是不是上帝又想起我的罪了？使我的儿子死呢？好了，所以以利亚又做一件事情，他说把儿子给我，他就把儿子呢啊从妇人的怀中接过来，抱到所住的楼中，放在床上求告耶和华，然后就祷告了，我聚居在这个家，你就降祸吗？啊，一次两次三次求告，哎，他说求这个孩子的灵魂能入他的身体，知道吗？啊，人没有气息，为什么？因为灵魂怎样？你跑掉了，回来了，哎，他又活了，他就把孩子抱下来，所以妇人就说：“你真是神人。”其实他知道他是神人，这下更肯定了。所以两件事，一个是生存，对不对？一个是下一代。上帝就借着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让人知道，人去拜那个什么，啊。巴利去拜亚瑟拉是很愚蠢的事，人能不能生存就是看神能不能有下一代，也是什么，也是神在掌管，对不对？人真正要紧的是跟神的关系，真正要紧的是跟神的关系。所以他就借着以利亚跟撒勒法的寡妇讲这件事。这件事情耶稣用过，知道吗？耶稣在责备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的时候就讲这件事，就讲到当年啊，他差这个以利亚到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到寡妇那里，那么呢就讲这件事。好，啊，神就没有应，他求了三次，就是前两次都没有被应。这个求一次，啊，他发现没有反应，他就再求一次，他发现还是没有反应，他就再求一次，所以啊，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求三次，为什么求三次？但是从我们对主讲的就是啊，如果我们求，我们就是在当中。就信心啊，不断的求，那圣经用三次来代表，所以使徒保罗当时求身上的那一根刺的离开，也是求几次？也是求三次，也是求三次，对不对？那我不是说我们以后求三次就好，知道吗？我们的信心大概没那么大。好，我们就在当中，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啊，我们真是求主的怜悯临到我们。但是如果主回应我们，我们也就相信，这是我们啊在当中啊在当中啊要去思想的，要去思想的。好，迦南就是牛奶与蜜之地，对，这么容易就闹旱灾。
因为神有讲的，神的眼目要眷顾，才会有春雨跟秋雨。神的眼目如果不眷顾的话，就没有什么，没有春雨跟秋雨，知道吗？运气很好，对的。台湾这块的算运气蛮好的。台湾哦。对，不是。应该是科技吧，知道有水库，不然你之前的话也是，还是常常旱灾。但是，对，因为真的人来看了，就是说台湾还蛮幸运的。台湾哦，台湾其实以前刚才讲的没错，台湾以前旱灾很多啊。对啊，所以才有种族冲突啊，客家啊，外省。其实以前抢水是一个非常大的冲突啊，抢水源哦，以前这个闽南的不是有漳州跟泉州打架吗？打架一般来讲都是抢水源啊，对，以前抢水源嘛。那闽南人住在靠河边的地方，对不对？那客家人来怎么办？那山上一定比较不好种植，谁喜欢在山上？所以会在山上也是不得已的啊。哦，所以这些以前的人就是抢水源嘛，所以你抢水源就是要站岗啊，就是轮到你们家放农田的时候，你就要派人去那边看着啊。你又不能睡觉，整个晚上要放水，放到你自己的田已经够水了。所以以前的人就是水是一个非常重要。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般需要水的话一定要靠河边这边嘛？因为容易拿到水，所以那个田就有好的田，良田嘛。那旱田就很麻烦，没有水就很麻烦，不下雨就很麻烦。好，再下来我们先读十八章一到十五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雅说：“你去洗雅哈德之女，我要叫你在地上。”以雅就去，要洗雅哈德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雅哈将他的家宰二巴底招了来。二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的时候，二巴底将100个先知藏着，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问雅哈对二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火用吗？”你的绝了深处。于是两人奔地游行，雅哈徒走一路，何巴底徒走一路。何巴底在路上下与以利亚相遇，何巴底认出他来，就伏伏在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何巴底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主，你要将我交在雅哈手里，使他杀我们。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我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是找不着你。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恐怕我一离开你，耶和华的灵有一道论及你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这样我去告诉雅哈，他若找不到你，就必杀我。仆人却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我将耶和华的100个先知藏了，每五十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现在你说要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他必杀我。
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我今日必死，让他得见。这件事情呢，啊，显然整个啊以色列地的百姓都知道，都知道，啊，以利亚先知讲的这件事，对不对？因为他先前敢去跟王讲，哦，然后在这个之先呢，啊，他有多大的名声我们不知道，但是讲完以后，果然已经到了第三年都没下雨了，哦，所以这个王呢，王火大了，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哈王非常生气，哦，因为第十节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无论哪一邦哪一国，我主都打发人去找你，若说你没有在那里，就必使那邦那国的人起誓说实在找不着你。所以你可以知道亚哈的武力蛮强的，知道吗？亚哈的武力蛮强的，哦，所以他因为没有下雨，所以他觉得都是这个以利亚惹的祸，一定要找他。所以他到一个城一个地方的时候就问了以利亚有没有在那边，哦，那如果说没有就要起誓，对不对？哦，啊，如果发现有就要把那一邦那一国给怎样给灭了，哦，所以你想想看。所以呢，啊，第三年的到了第三年了，是上帝的话临到以利亚，哦，所以以利亚很听上帝的话，叫他去哪里就去哪里，哦，没有叫他走他就怎样不走。他说你去见亚哈，我要降雨的。以利亚，啊，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的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来。俄巴底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耶西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他把100个先知藏了，50个在一个洞里拿饼跟水。所以这个是敬畏神的人，敬畏神的他在当中把神的先知给藏。所以你看他藏了多少先知，100个，哦，所以你想想古时候先知蛮多的、哦，这个俄巴底就藏100个，对不对？哦，所以在这个以色列南北国灭国之前先知很多，哦，灭国以后就变少了。啊，先知都有。好，然后呢，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前旁和一切溪沼或者沼泽可以救牲畜。”好，然后两个人就分地，各一人走一路，然后走到路上。好，那么亚哈跟俄巴底去找水，因为整个北国找不到水了。但是呢，哎，俄巴底在路上。就恰巧与以利亚相遇，俄巴底就认出他来，哇！所以这个，所以我说这以利亚应该大家已经知道他也是先知，哦，然后认出来就胡说：“这你是我主以利亚不是？”回答说：“是。”好，是。然后就跟他说：“你去告诉你主人说以利亚在这里。”哇！这下子俄巴底这下子就麻烦大了。你听他后面的第一个、哦，啊，他怕的是什么？他说仆人有什么罪，你竟要将我交在亚哈手里，使他杀我。其实他不怕以利亚被杀，他怕自己怎样被杀，哦，为什么？因为他想先知要杀先知不容易，知道吗？他说什么？他说你现在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如果我一离开，耶和华的灵就把你提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那我这要怎么办，哦，所以以前的先知蛮特别的，哦，啊，所以这个俄巴底呢知道以利亚是一个真先知，对不对？哦，那么如果这个你叫我去找王说你在这里，我去把王找过来，结果你不见了，那我就怎样，我就完了，哦，我就被杀了，对不对？因为上帝可以把你提到任何一个地方去啊，
王那么样努力找你都找不着，对不对？那如果你突然之间又不见了怎么办？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俄巴底的想法。俄巴底的想法就是觉得，他就跟他讲，仆人是自幼敬畏耶和华的，你知道啊，我是从小就敬畏耶和华的，我是敬畏耶和华的。那也许别在杀众先知的时候，我藏了100个先知，在洞里一直养，岂没有人将这事告诉我主吗？现在你去，你却要说去告诉亚哈说你在这里，他一定会杀我。那么以利亚就给他肯定，他说：“我今日必使亚哈得见我。”所以这也是神开始要以利亚做一个加密山的事。加密山的事我们下礼拜讲。在这边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上帝针对北国的百姓的整个信仰的偏差要借着以利亚的手做一些事。那这些都要在以色列当中成为他们的一个警告，或者是给他们的一个看见。那么第十七章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最要紧的就是祷告。祷告他若不祷告就不降怒不降雨。所以属灵征战就是祷告，知道吗？属灵征战就是祷告，所有的难处就是祷告，就是祷告。那前面我们讲过的神的殿要称作什么？祷告的殿。我们读所罗门王建殿，对不对？我们就是祷告，就是祷告。然后祷告呢，大家也可以看到祷告也蛮特别的。祷告呢我们不是因为我祷告的很努力所以上帝就听，知道吗？所以在这边我们要来看一下以利亚的祷告为什么蒙垂听。我们看一下雅各书五章，刚才那个在问了为什么他只有祷告三次祷告三次这边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的第五章，我们从雅各书的第五章我们读十六十七十八三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信主的人，他恳切祷告说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地也生出谷产。好，所以这段话如果我们只读后面的中间这一个以利亚的祷告的时候，那我们就失去焦点我们要读焦点呢，我们就要从十三节，刚才是十三、十四、十五跟十九、二十，我们把这五节再读一下，前后我们都读。好，十九二十。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好，所以我把中间前后再读一下，最主要的就是讲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一个属灵上的征战，这个最重要的征战就是对付罪，知道吗？对付罪对付罪所以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受苦有几个情境，一个是上帝管教我们叫我们受苦，
一个是上帝要借着我们来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一个是我们受了连累，受了连累而受苦，所以我们也在当中，所以这些受苦的时候就是要我们祷告，知道吗？好，所以受苦的时候我再讲一次，一个我们要为自己祷告，是不是我们有得罪神，上帝在提醒我们，记得哦，上帝会不会提醒我们？会，因为神所爱的他必什么？管教，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受苦了，我们就祷告，是我们是不是有得罪神，是不是有上帝要提醒我们，知道吗？第二个，你不要说那我一定得罪神，不尽然，有些时候受苦是上帝用在当中叫我们可以谨慎，像使徒保罗就是身上有个刺，对不对？让他可以谨慎，那不是管教，那个是帮助他保守持守自己，所以不一定是罪，知道吗？这是跟我们有关的。第二个就是别人为了别人的缘故，为了别人的缘故，借着我们来施恩给别人，借着我们来施恩给别人，这是第二个。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孩子病的死了，对不对？上帝要借着这个孩子的死来施恩给那个他的母亲，让他母亲去经历神，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受苦是为了别人的缘故，知道吗？第三个，我们受苦是被连累，被连累别人的事情，我们被连累了，那被连累，上帝也让这些事发生在我们身上，那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当中这些都是要我们专心仰望神，知道吗？去祷告，比如说地震发生了，就有很多可能发生，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就告诉我们，中间有受苦就该祷告，知道吗？有喜乐就该歌颂，歌颂也是祷告，了解吗？也是祷告，所以我们敬拜，我们就是祷告，来到上帝面前就是祷告。然后十四节告诉我们，有病的就请教会的长老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是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些时候我们生了重病我们就来教会，请教会的长老抹油为你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如果生了极重的病就来，我就为你们抹油祷告，抹油祷告。那我们希望的是十四节，出于信心的祷告会救他，有犯罪的也蒙赦免，知道？重点还是在对付什么？罪，对付罪，对付罪。所以有些弟兄姐妹这病很重或者是怎样我就会用油为他抹油祷告，那祷告的就求主让我们在主面前蒙恩，蒙主的恩或者是医治我们，或者是使我们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苦难然后那么呢，十六节，所以重要的，上帝让我们在当中有受苦有疾病，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在当中成为圣洁，也彼此代求，也在当中去经历神，知道吧？那彼此都会互相牵连，所以他就举了以利亚的例子，知道吗？整个北国犯罪得罪神，上帝就要先知做这个事。但是接下来就讲，那祷告到底需要什么？上帝会应允，他就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你多努力，知道吗？这里讲了一个，我们要记得，以利亚是跟我们同样性情的人，知道吗？我们到了第十八章、十九章，我们就看到以利亚跟我们一样，知道吗？也是有脾气的，也是有软弱的，都有，知道吗？我们后面就会看到以利亚跟我们，我们跟以利亚都是一样，同样性情。该生气我们会怎样？生气，难过我们会难过，我们都一样，害怕我们也会害怕，不是因为他是大先知所以他就不怕，他就个性特别好，不是，他的性情跟我们的性情一样。
但是他跟我们不一样是什么？他可以恳切祷告。好，恳切祷告不是时间，知道吗？好，不是因为他祷告很久，所以他很恳切，知道吗？好，不是时间，是用心，用心。就是他什么样的心，就是一个体会天父的心，体会天父的心，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们基督徒啊，祷告的时候耶稣的教导是什么？进入内室，关上门，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对不对？这个就是要我们的心去体会天父的心，知道吗？就是发生这个事的天父的心会如何，我们用那个心祷告。面对这样的事，天父的心如何，我们用那个心祷告，用那个心祷告，知道吗？以色列人拜偶像，天父会怎样？那以利亚就用那个心祷告，用那个心去祷告。所以耶稣也是一样，不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对不对？就用天父的心，天父的心。所以祷告最难的是这个，知道吗？祷告最难的就是去体会天父的心，体会主的心，是用那个心祷告。那就是继续为自己祷告啊，就是自己，你不能，你我们看到这个情境，看到这个样子，看到这个状况，我们为什么不能体会天父的心？那显然我们要去思想主说过什么话，天父做过什么事啊。啊，想不起来就很简单，很直接就好。像彼得掉在水里就说主啊救我对不对？不用想了，知道吗？啊，情急想着，因为一讲就呛到水，不用想着啊，所以我们就直接，其实就是心啊，祷告就是心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一直祷告？就是要体会天父的心，体会天父的心啊。我们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我们就开始在当中不断想，然后相信神，神希望我们怎样，神，所以他祷告了，所以他很恳切的祷告，三年零六个月不下雨就不下雨，然后他又祷告，下雨就下雨，那么重要的就是下面的，有人迷失迷真道，我们要让他回转。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知道吗？重点在什么？使人怎样回转。好，所以今天结束之前，我们就看一下以利亚做这些事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要使他们回转。我们看一下18章37节，所有的祷告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人从真道当迷失的当中回转，回转。18章37节，耶和华啊，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名知道你是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名的心怎样回转。看到了哈，重要的就是一个事情，神就是要我们回转，知道吗？所以耶稣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怎样悔改，就我们的心就是要回转，不要再走自己的路，走回上帝要我们走的路。祷告就是为了，就是求我们就走在主要我们走的路上，求弟兄姐妹走在这一条路上，为我们所关心的人，求
求主保守，他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到老也不偏离。这就是我们祷告要的。好，是以利亚，他是住在北国的一个以色列人。对对，他是北国的先知。好，所以把这个放在心上。祷告最要紧的就是我们走在什么？这个正路上面。当然疾病也要祷告，生病也要祷告，痛苦也要祷告，就是就是保守我们的心，就走在这条正路上。所以你看以利亚真的要求的就是上帝你应允我，让百姓的心可以怎样回转。所以雅各书讲就是回转，就是回转。可以吗？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就是要我们走在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相信你的爱，相信你的保守，相信你给我们的福分。我们感谢你的恩，虽然在这世上我们真是会有各样的情境跟遭遇，但求你让我们能够将自己交托相信你，仰望你，在你的引导当中，我们继续的在当中不断的向你祷告，也不仅为我们自己，也为我们所爱的人，为你所交托给我们的人，我们都求主来保守赐福和眷顾。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